于小脸，啊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别在这跟人霍霍东西了，人家一会儿有用呢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蜜蜜，你看，来的正好，不如咱们俩一起赏月吧。啊，咱俩在这儿不方便吧？太不方便了，这个，你这句没有挡头，也没有盖儿，说话风还大，容易扫着舌头。 那你说哪儿方便？哪儿？要不咱俩桃仙机场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有点大呀，能躲开呀，桃仙机场。地方离这么近，你想想，到了桃仙机场，那离三亚就不远了呀。行，那行，我刚下班，我回家收拾收拾去啊。哎呦我天，小倩儿啊。 哎呀，怎的了？血糖有点上来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兄弟，办事儿啊。啊，我赶紧订票啊，三亚双飞7日游，太好了，14700，不贵吗？不贵，太好。街坊邻居们，你们想想，我和秘密，光着小脚丫，在沙滩上，我抓螃蟹。 我抠嘎了，哎，我俩就咔一下子面对面坐一块8虾，你说那玩意儿，哎呀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小脸，我劝你吧，你最好订3张票。这时候你就别跟着去了，不是我，谁呀？那个秘密不是这个秘密，那你说是哪个秘密？你整的神神秘秘的啊？浩一哥哥，我的妈呀！ 来了！什么玩意儿？我歇着。停！别跳！小倩，我回去站岗去吧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要走把他带走。我把他带走啊？ 他胡同那俩下都容易把我带走了，我咋带走啊？来都来了，侯一哥哥啊，要不要跟我赏赏我那家？你家？啊，你家在住那儿呢？你不26号楼吗？往那儿看，我家在广寒宫。广寒宫？嗯，你看那广寒宫里面有一棵桂花树，桂花树呢，那老粗。 开花呢，那老多；开了花呢，又那老香。还有一只兔子，那老肥。浩杰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跟你说哈，现在你能不能回家？咱今天不过8月15，是吧？你放心啊，你帮我请过今天，以后天天让你过8月15了。那明天就不是8月15了，咱们明天干嘛呀？明天是上抚顺，吃麻辣拌。妥了。 哎呀，小远，你是跟你俩呀？啊，保洁、抚顺、麻辣拌，秘密8虾、三亚，他俩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？我就给你5分钟时间啊，你赶紧走啊！我不管他俩谁来，带走，给我腾地方。行行行，5分钟行，但是小倩，你帮我想想，你说一会儿秘密回来了，我跟这个场景，我跟他聊点啥呀？你就说保洁刚才那套词儿呗，多好啊！保洁，嫦娥、广寒宫、大树、花。 大兔子啥的，对对对，这个词儿硬，是吧？好，于小脸，哎，收拾好了，咱俩快走。你不换身衣服呀？不换，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了。啊？主要是我是想告诉你，我穿这身衣服陪你出去，你多有安全感呢。也行，就在这赏月，多好啊！不是，坐坐坐坐，不是，我，哈哈，秘密，哎。 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必须给我看明白啊！你是不是要带他走？啥时候带他走啊？那你就干啥？你别整没用的，别耽误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时间不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秘密，刚才窝过了。原来都跟他窝的呢。那个秘密啊，今天这多好的日子，你看，哇，漫漫长夜。
你看那月亮里，哎，小脸儿，你说个月亮，我想起个事儿，我得赶紧讲，一会儿该忘了啊。你猜刚才我回家看见啥了？啥呀？我在道上看见表白了。哦，哇，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说，你就是嫦娥，我就是后羿，咱俩住在广寒宫。啊，那里面有桂花树，那树那老粗，开花那老多，那花那老香，还有这兔子那老肥。哎，你俩说有意思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，你刚才想跟我说月亮里有啥？小脸，你说吧，你那套词儿。有啥？我的心。啥意思啊？月亮代表你的心呗。哎呀，月亮不仅代表我的心呢，啥都能代表啊！你想想，要是没有月亮，怎么寄相思？要是没有月亮，怎么喝断片儿？要是没有月亮，谁惹的祸？要是没有月亮，我代表谁消灭你？话糙理不糙，糖分还挺高。对对对，虚高。哎，小脸儿，那你心那么老大，放月亮上，嫦娥住哪儿呢？嫦娥这住哪儿？对呀。他住我心里啊，我心就是那广寒宫。那你的心里嫦娥又是谁呢？我那个嫦娥呀，是秘密。你要是不想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我这都说你，梦玉哥哥。哎呀，呀，这有凡人在呀。呀，宝洁来了，一起赏月呀。不了不了，你们赏吧，明天有人要带我去抚顺吃麻辣拌。这咋宝洁吃个麻辣拌开心成这样呢？关键是吃364天呀。宝洁，你要那么喜欢吃麻辣拌，你户口不如迁过去啊。那个抚顺的这位朋友，那个尽量别说话啊。哎，不对呀，一年365天怎么还剩一天呢？没有今天这一天的忍耐，哪来的那364天的开心？烦人！这样，你们聊，当我不存在。于小脸儿，啊不，后羿先生。哎，如果我这个凡人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就是你心里的那个嫦娥吧？我现在好像是窦娥啊，我。王小倩，我是后羿，我射死你！我，你看看看看看看，现在我不是王小倩，我是天蓬元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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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的好啊！喜欢热闹是不是？来，咱一块热闹啊！来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赶紧走，你瞅瞅，人越来越多了，5分钟已经到了啊，多耽误事儿啊！你快点的，李小脸。吃饭在这儿干啥呢？赏月。小米粒，你来的太快了，你飞来的呀？于小脸发微信叫我来的。啊，不，你就是飞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嫦娥，我是后羿。报告，他不是后羿。小脸，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现在就是后羿，就是后羿。我现在一身鸡皮疙瘩。哎呀，小米粒，我就知道你这么说，你在我心里边就是嫦娥，我心里边有一个广寒宫，你看那月亮里边有一棵桂花树。哎呀，树那老粗。呀呀呀呀呀呀，花那老多。哎呀，哎，还那老香。还有一只大野兔在这儿嗡哇的。小脸儿啊，你瞅瞅，我精心准备的啊，你把它都整来了，人越来越多了，现在是不是就差前半半了？谁叫我？哎呀，笨笨，我爱你亲爱的姑娘，听到你心就慌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上什么三亚？不去，对标。笨笨，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是不是挺美的？是啊，都说月亮里有广寒宫，广寒宫里有一棵桂花树，那老粗，那花那老香，
那兔子，那老肥。别叭叭了。他一直在我的心里，而我的心就是广寒宫，但是我这个广寒宫里有集中供暖。你是我见过所有干物业里最懂浪漫的。你说的都是我俩的词儿啊。那也得跟宫里嘴里说出来，对不对呀？瞧我眼就对了，怎么样，脱稿了吗？哎，不错不错啊。那个联谊会的时候咱们就这么演啊。必须的。我在演戏呢。演戏晚上联谊会。那太好了。对对对，咱们就一起呗。来来来，演戏晚上。哎，多好多好。对对，好好好。光良好酒夜光杯，让我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对，今日有酒今日喝，酒醒了算我胡说。来来来，这来来，把酒杯都端起来。好，来来来，愿我们真情相伴，不负青春。